对，你在看剧情，那我继续。赌博。还有歌声。地壳变动，是，地震了。很纳闷，我们继续玩这个。山崩了。哇，整座山不见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，有点猛哎、欸。霸打王之完政，了，这边 Spartan 伟大的存在，那个伟大的存在，大的存在。啊！要去探索龙结晶之地耶。碎龙你们打过对不对？打完了。还有什么？碎龙不是蛮前面的。再次打什么忘了哎。我们不是，那是斩哦，那是斩龙。啊！我没事。那是倒数第四只啊，因为你们在打那个四套龙之前，还会打好两只魔物吧？哦，还有四套，很恶心的四套龙。哦，暴鳞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说紫色的吗？很暴，红莲暴鳞龙，好看呢哦。然后很痛哦，啊，痛哦，确认有无异变，好哦，啊，卡键，擦药，发现足迹，五百，啊，不能五百，算了，很想五百啊，当然。哎、欸，那杰克你怎么不做碎龙？碎龙奴？碎龙？碎龙青奴？我是想玩碎龙青奴嗎。哦，你是说？没有，你是想打散弹、喔、特甲吗？对啊，你说特甲嘛？特甲我想打，但是青奴我觉得好像容错率会比较低，低才好、啊。是我想说啦。好，我等一下我做做看。哦，比较低哦、喔。哦，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看你啊。我从世界就很喜欢侧甲，侧甲是因为无视那个、啊、无视肉子、啊、肉子啊，很爽，而且又很晕，跟他们打，然后就差两个 KO 猪，对啊，跟他们打一个侧甲，然后加我，魔物几乎不会起来，又想说不是说那个重弩脚要侧甲，不是要打到天地龙那边，就是天地龙的弩比较好啊，对啊。哎呦！
是金狮子。对啊，我想要真蛋玩节约。哎、欸，雅思你是不是也有玩啊？还是你是 PS4 版啊？雅思有啊 ，PC 的。我是不是没哦？有啊，有带过啊。之前在打力战我的时候，我有带过他、哦。应该我有一起打过吧？哦、不知道有没有带过、欸，但是应该是有一起打过吧。好像对雅。雅思进度好像跟我们差不多，要雅思要不要进来、啊？反正我们缺一个人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进这个集会所？你也带他们啊？对啊，对啊。雅思进度 是差不多。啊，如果又有人想要进来的话，我可以让他们啊。所以你们现在在找红的。别人说暴力是四家还是是四家吗？四家、啊。我短时间应该还不会去摸中，还不会去摸新真邪教。邪教，对，他是邪教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去碰。大团长。有啊 ，PC 有跟你们玩，可是死掉之后我就脱离了。你就进来啊，进来一起玩啊。我没办法带啦，我至少可以控啊。哦，换武器哦，之后吧。之后再看一下做哪一把武器。嗯、对啊，毕竟你在世界长枪用那么久了，对吧、啊？嗯。世界玩多久啊？从他刚开始出了就开始玩了。没有啊，他一开始也有玩斩吉斧啊。嗯。嗯。我想一下。有玩超虫棍，有玩斩吉斧，都有啊。对啊。碎龙是哪一把？是什么颜色啊？啊，自己看。在赌博，好。你做之前上面可以看啊，我之后才发现这件东西，还有每次都是点开那个自己身上的东西去看。嗯，怎么看？就是你点开工坊叫制作前，你上面好像有个 E 还是 Q 可以按，试试看。你可以切换成全部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哦，我是昨天才知道的。之前没有看，没有按到， oh. 对，所以都做一把铁质武器放在身上，要做什么东西先点开来看。嗯，哦，小团灭哦，有印象了，啊、是他吗？是啊，就是那个啊，也是啊，哦、有印象，这个就有印象。我来看看长枪啊，我看一下长枪，长枪可以做烧鸟的。烧鸟，烧鸟，烧鸟看起来看都很推，而且又好看。然后再好像是换成那个黑狼鸟，等你之后。黑狼鸟现在有吗？你还没有啊，那个要那个巨魔等级三等，那个森林三等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一代也有黑狼鸟。哇，我要。还有战痕黑狼鸟的刚毅，还有战痕黑狼鸟。哦，我记得自由任务有那个啊，苍火。我叫苍火，然后发光黏菌，那就是碎龙啊。烧鸟，烧鸟是睡眠，这次升上来吗？它是彻。侧甲三还是二三都打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去摸啊。我顶多摸一只摸散弹吧。对啊，烧鸟的枪我应该有吧？算了，就做一把就做一把了。好了，改一下开荒贼呼叫。
哦，你知道他现在可以把装备删除吗？可以冷吗？装备删除就是存起来的装备栏啊，可以删除掉了。哦，很棒的设计，拯救了一个强迫症。登录删除，对，而且他的珠子也可以一件全部脱光光，你就不会找得半死了。别件身上装备也全部脱下来，所以不用再去找你要的珠子在哪件装备上面。强迫症救星啊！我可以做到冰牙最高等的这一把，或是跟我朋友一样，都做自己喜欢的就好，不用管 meta 是什么，不用管这把做我爽的，对，输出低就低。只要把输出伤害关掉就好了。你看不到？哎呦喂，我打上这样子，我因为我发现打不出高伤害，我就这样子欺骗自己好了。反正我有在输出就好了。对啊，我有敲头就好了。段维，什么是你们的工作？可是我觉得破坏头部，一般的刀不是也可以破坏头部吗？你锤子主要是比较容易敲晕吧？觉得啊，我锤子上面有刀片，应该也可以断尾。嗯，客制化一个美工刀，美工刀慢慢切。对啊，而且我可以转好几圈呢，总会切得进去吧？重呀！哦，插一根驯龙的重呀。哼，可以啊，都打。我叫睡龙。接了吗？接了就去了。我还没接。看雅思，雅思有没有任务吗？啊，你进度是在之后还是之前？一起打。雅思的进度应该是跟我们差不多吧？他一样18。那就是一样啊。多一只少一只，知道吗？哦，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调配啊，可以一次调全部，这是也是很棒的设计。可是就没那个好听的声音了，哎，在叮叮叮叮的这个声音。对啊，给我数。哦，雅思在看刚刚我们看的动画，是结束后的动画还是准备打的动画？就是我们去刚去那个龙结晶之地那边的动画。哦，进度一样，可以。嗯，啊，这样我弩枪克制要克什么？有人说什么三盾哦，还是什么的？弩枪有盾哦，弩啊，那个轻弩有盾吗？阿哉，反透座吧，啊，你那个不是好像不知道哎，欸，感觉是反动啦，侧甲二。我试一下。我，哦，这把长枪没有动啊！我看看可不可以贴皮，我要去贴皮看看。哦，猎龙来了。碎龙侧二宿舍很晕。哦，对啊，他跟杰超都有在研究这个，我就没研究了。感谢猎魂，感谢感谢。克制强化。没事，我也是喜欢邪教这一无耻这一个流派的无耻邪教无耻，看不起，虽然过得很轻松啦。嗯，看一下我原本的零件强化，是的啊。好，接任务了。好，好。强化彗星，强化属性状态异常。哦，我等一下也有睡龙的，怕矿买打。邪教一用就回不去了。没有错啦，你只要碰到那个什么黑暗左右啊，你就回不去啦。黑暗左右还好。邪教，
欸，可是我们那时候在练那个什么，就黑暗左右的 SOP， 就是要做什么，在做什么。那时候我练超久的，而且还是用那什么风飘龙四刀。看都学坏了，年轻人都喜欢走捷径，走一下嘛。射完回避两次，是不是滚两圈这样子吗？还是往旁边滑两圈，滑两步就好了。侧二宿舍，你再这样子，他妈小吓人啊！那试一下，试枪要讲啊！你去下面干嘛？他在上面吗？没有啊，鳞片在这里啊。我看他在吃药。哦，会在下面。伪王侵奴。对啊。啊？伪王是重奴。伪王侵奴是伪王重奴吧？哎、欸，他是哆啦 A 梦吗？是啊。好久没看到哆啦 A 梦了。他在底下。对啊，下去喽。啊，他离墙壁好远哦。你过来啊，他会滑过来，你不用怕、啊。他飞走了，哇，那去撞他吧。嗯？他飞去哪？八号营地。嘟嘟，感谢订阅。啊，他飞到最高，是飞到那个吗？最高钢龙那边吗？感觉他上顶楼了。可是我现在是睡龙一耶，睡龙一可以打出那样子吗？不行啊，没关系，你玩啊，死掉再去换你的太刀啊。是啦，好，我就拿火太出来。哈哈，有人用爬的，哈哈。没有错，慢慢爬，慢工出细活。你最细，你最细。我细，你细，你细。谁从我屁股打了一下？哇，没掉落物。哎呦，对，旁边怎么有炸弹？对啊，哎呦，我被石雕撞了。杰克，你戳个掉落物给我啊！我需要石头，我被戳了！你屁啦！你一直射，那我要上去。你转头，你去撞墙，去吧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哇，回避装弹的动作也太帅了吧！帅啊，很滑的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四家好亮！冲杀！哎、欸，你干嘛往前跑？还没跳上去？他好亮、哦，他真的好亮、哦！好，我骑上去了。好，控场他了，他不会动了，我控场他了，我控住了。控场他了，我控场他了，快打，快打！哎呦，哇，他的四架丢好远，
我躺一下。我又控场他了，我又控场他了，继续输出，继续输出。啊！我不小心多按了一下。嘿，雅斯那把是什么啊？你可以问他。叫他现在打，但是他现在可能没时间回你。等一下打完再跟我讲。我现在回你，然后让他停下来不会动。感觉是斩龙啊。他是打侧甲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打斩裂吧？斩裂哦，不知道啊，听声音的。哎、欸，不要哦，我穿衣服了哦。好、哦、好，可以，留下来。穿衣服。我也在磨刀，我穿衣服磨刀。地上掉落物啊，不见了，可恶！他会走啦，他掉大便啦。哦，打起来蛮舒服的。捡石头，哪里有石头？啊、这里有石头吗？这一丢掉啊！很壮哦！哎呦，看我没有石头，哪里有石头？掉落了，我炸一颗下来了。我看到了，我捡。哎，不要！我没抓。过去扭掉了啊！我体力透支了，来再一次。哇！你要去哪里？转头！不要！你那边转不好。好。再转。不行了！啊，不行，因为他会往你的另外一面转。哦、oh. ，所以我刚刚也是在瞧那个角度才看上。看什么东西？看你。大痛，跟他对撞！啊呼！哎呦，没事！就这里了。三，哎呦！不是有时候翻滚，我怎么看你的剑好像掉在用是抛物线的掉在外面去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他的大招啊，其中一招。跟他挥嘞，这是花，关注叫红莲。嗨，你要不要买啊？没有了。他有啊。要不要玩啊？有，我现在可以玩。哎呀，你现在啥？还是有时候跑不起来。我错。啊！不要再撞我了，让我骑上去。你给我回来！墙壁会爆炸！买的，
哦，补到了，还好。可撞可撞。那断层也可以。所以这样可以直接上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后边崩嘎了。啊！又倒晕了。回走啦！我倒没子弹欸，正常啊，你要正常啊，有个真弹丸节约，我有用啊。哦，那你用完了、啊，很正常吧？哦，是正常的、啊。跟杰超打，他也是常常回去啊。哎、欸，他倒了。哈？为什么？被那个吧，侧甲吧，侧甲打到掉了，粘到然后掉下去。嗯。你也可以抓了吧？哎、欸，几层？我的宝夹。送你，送你，送你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，我下来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你怎么下来了？宝夹要好好把握啊！我不要！你怎么不要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来了？哎呦，我看到了！狂怒，恐暴了。对啊，真的很凶哦！能跑赶快跑、哦！我听说他一刀能跑赶快跑、哦，能跑赶快跑、哦。他的龙伤害很痛哦！我在爬，我在爬，我在爬了，我在爬了，我爬上来了。哇、哦，好好好，嗨，我希望你的他回到隔壁去了。他回到隔壁去了。要死我！要死我！不要跳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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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跳！啊，他躲在上面，他在干嘛？啊，我开了，你开了，那就打吧。咻咻咻咻咻咻！你被崩了！咻咻。对了、哦，不要不要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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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另外区是这里哦，不是啦，你去撞墙啦，哇，那、啊、没撞到啦，有落石啊？你怎么刚好在那个位置？有没有落石啊？我帮你抽一颗。这里有几颗落石可以直接打这大颗的那一种？两个啊。对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！杰克不过来啊，邪教都这样子啊，不听话啊！哪有？过来过来！再过来两步，来，好，可以打上面了，耶！好酷！登录捷径怎么是这个？这里还有一颗，这里还有一颗，过来过来！哎哎哎哎哎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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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过来！好，就是现在！啊、你还敢不穿耐冲 啊？我有耐冲，是后面那个骑面族。你看我的鞋在减少。他是马了吗？马，麻了麻了麻了。骑面族，你够了！
啊，痛！哇，来了！哎、欸，跑掉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被崩了！嚯、哦！直接把他闪下来，这么凶巴巴、啊。90秒后可以再一次。后面的莲花，你不要踩。那不是玫瑰不要踩吗？嗯，不是啊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踩。野花。我错错错错错错。哎呦，他要走啦！会不会掉下来？嗯，去下面欸。对啊。打死了，博了，他博了 ，surprise！ 抓起来了，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哇，是朋友，他来，他来吃肉了，他要来吃肉了，加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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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它好像金瓜、喔，颜色。但这只有大绝哦、喔，有啊，两个，可是你们都没看到，其中一个没看到啦。哦，一个是原地，观众有说有一个大没看到，原地起掉往下炸，那超恐怖。我以为会看到，所以我出手很轻，想说让他看一下、哦，结果没有。金瓜不是地瓜，灭尽龙。嗯，怎样？然后刚刚大团长说灭尽龙。哦，好消息。在你们就要打啦、啊，再剩两个古龙吧。嗯嗯，我想说他可以做外观道具了，结果找不到。什么外观道具？你还是要有一些素材啊，你还是要有素材啊。嗯、古龙调查、啊我没看到这个选项哎、欸。哪个选项？铁匠铺你没有吗？他说在加工屋啊。对啊，一样啊，同一个东西 啊。外观，同一个东西呀、啊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拍谁我瞎了。嗯，不是第一天的事了。哎、欸，嗯、啊你那个先练，等练到你可以接一个四星任务，我带你去脱衣服。什么人？就是你要可以接一个四星任务。哦，流转重弩。因为要不要？因为我们现在是调查，我们要调查嘛，那就先帮带酱油啊，带酱油啊，哎、欸，酱油，你四星任务如果你有的话，你会一个叫重点就在水汽中，这个可以让你 coser 离职住的。哇，那我要抛弃团团师傅了。你要变双刀了吗？对，我要变双刀了。没事啊，双刀有个新的派生很帅啊。右键按三下。叫声怎么有点断？还好吧？没有啊，嗯、我听你都很正常。没有，我听起来很正常啊。我听的是还行，就偶尔电一下，应该是我这边网络。嗯。没有，是因为我按键发话。哦。哦。
旁边有人哦。OK， 你家的狗？没有啊。对，除了我家狗什么都没有。他家是过来给我捡垃圾。可能有可能哦。还要看他的剧情。冰原也太漂亮了吧，个个都是桌布。哎、欸，你有玩过对不对？进来过冰原吗？有啊，我打完冰龙。哦，还好，因为想说叫你不要射太亮。我现在就觉得太亮了。你要戴着墨镜，我现在色很暗了。你要戴着墨镜再打魔物了。它都是白的、啊。对啊，超白啊，超级白。那伽马值可以调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